到了万科了。嗨，姐姐。就是因为要搞啥子十家开加盟大会，我把它规划成一个旅游景点，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内涵在里头。我还要在那边去吗？
行了，你不要买那么多吃的了。他这街好像还是经过装修的啊，以前的街，原来哪有这么也没得这么那个嘛，坡坡这儿两边都没得的，原来，这后头修的慢慢修。现在四川还，成都还有人卖豆花儿啊，这街上。我说成都啊，豆花儿就挑担子卖的还有的，还挑担子卖啊。这个典型的四川的老建筑。你买的啥子啊？爱好馍馍，这次拿这七八的。他两个拿5块钱要的。哈哈哈。来，不取那个，取两个。挑两个嘛，挑两个嘛。我来给他，我那个。我这有，我这有。你不要拿出来的。不要拿出来。他卖便宜点嘛。哎，谢谢。看到没有？我都看见了。打什么？这儿。什么？这儿。二丫要跟着去吧。二丫肯定要去嘛。跟着去，把花都提上去。我的大人，他们家里啊。前进前进。就往那个大东西。哦，那肯定要跟着大队去。我跟他去。好，二丫，二丫，不要下去一下。暑假要穿个衣服。他们两个下午在睡觉。他们下午。点点现在还可以吧？哇！就是评估了一下，给他们要了个同意，包括在他们那个小区里面给他同意的，相差不大的人。他的这个，就是他的记忆力啊，他的像他的，就是他的潜力，我觉得他是开发。就是阳台上去，门口阳台上。
主要是动物园。要照个照下就可以用的嘛，啊。我那一年花了十几块，花了好大一大堆。这个树可能，会员花钱的家，花钱的纪念馆。这是白花藤，成都人打麻将。这个煮饭不要煮那个，我们是非有钱人，所以不要太丰盛了。哦，现在就是穷人都比较丰盛，一切从简。哦，越清淡越好。今天啊，今天我们就是听到你们爸的电话，我本来就准备打个电话，你说他今天有一个大手术，可能没空，我就说那我们改到明天。你看我们这儿老珠宝街，直接改变了。咱就这儿的嘛。好久才动到动到了，军区的都还没撤出去，就是这边那边动。到时候那个世界日报啊、CN 啊、各个儿子的弄过去。这个是我们撤的，成这个样子哦。这个是大门，二门已经被撤了。大家准备我们上学。
哎，你电脑在后面是不是要背起啊？可以，应该是。我就快停车在后头停了，要拿下。这辆爸爸以前就住在这边 ，OK。我也去。哦，没得事，那个坏了，那个坏，等他，等他，就是那个断了。嗯。啊、哦，它基本上现在都是仿古了，这个啊。这地方这些老居民可能从来没想到这地方会变成这个样子的。居民可能从来没想到这个地方变成这个样子，这个是就叫啥子？就小菜的对门，博物馆形式的成都的各种哦，原来的麻将、不是，人家最早是那个叫啥子？哦，是那个的会馆嘛。刚才有两个年轻人，火柴，他们说是烧火柴。这个是温泉哈，也很好看。温泉。你打电话找我是吧？哎，有什么事吗，小南？哦，瞄一下那个张霞，或者，哎，对，那个产品接清楚没有啊？装备接清没有？好，13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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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3
你看他拿出来是吧？行行，你看吧，你看吧，你过去看，站在那儿看，站在那儿看。啊，你想吃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。三块钱，三块钱，三斤就是啊。哎，爸，爸，爸，哦 ，sorry。不是矿泉水，不卖不卖不卖，他那好贵哦，不卖了不卖了。你算了，我们倒上。来进去吧。你要吃这个啊，那个辣酒量你吃不了。两勺吧，两勺五块钱。不，一盘三块钱。啊，那就可以。来，香香的桃子，三块三块钱。对。今天好不好吃啊？It's good。再早点会儿。那个油条点了吗？啊，油条点了吧？你去接手去吧。我这里头多。这个知道哪儿了？走吧，这里。哎，这不是你的船，但是。放十包啊！这个雕的可以的，这个是的。他给他整的嘛？哪儿嘛，都是这个雕的。哦。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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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就十块，这十块，这十块。啊，我们看。转身，转身再说，转身过来。又是马克。对。啊，空中的动了。怎么了？什么？咱们这个转怎么转了还不行啊？那你给我，你给我让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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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那边让开。我包包好钱一个。哦，行行。好好，老板儿，行了，你给讲个价，你看他卖包包，拼的地方挤好就行了。哦。那他工资那工资。这个小包呢？四块。啊？想了一下，拼的地方，这边有点疼。可以。拼的是两。你这里那个。啥子？啥子？我把那个铁板做亮的。啊，不锈钢的嘛，它是不生锈的。哎，是是是，在这儿，我来拿。是是。在那儿，在那边，在这边摆。哎，六二六一，对对对，照个相啊，照吧。就是这样没出太阳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最后你把那个衣服给我，你给他，他就照一照嘛，他俩准备照到这儿。哦，对。酒量让开，酒量让开。走开。哦哦哦。这会儿还是联系一下，不是马上就。二丫，我
过来哦。铲起，就来铲起。过来，过来。这样子。晓得他被动的。这样要办到的。李北青已经退休了，那还打他的名字，不是还要交钱？输赢叫李北青。来，爷爷。走。走，爷爷牵着你。你要给他个糖吃，要不然他喝不下来。是做吃的过程。最早是四个字。这边五中门口，小关了。喂，他都吃的嫩竹子，你看没有？嗯。笋尖儿，他把那个来成皮薄的。全是皮薄。看看他。没有穿的，我看还有，还有没有？没有，就这只，就这只，嗯，他们在姐姐到二哥那边去，走，先走，是不是？姐姐过去了，走啊，阿丽萍，快快快，快OK， 快跟他爬上去了。耶！我让他爬，给他弄那个。很滑的哦。不让他爬。他爬的应该很厉害，就不让他爬，怕摔着他。走了。哦，走了。不要不要，小一点。蹭痒呀。哦吼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他过那边干嘛去了？是 love
She can play monkey bar? Just like Junior, right? No, she cannot. Where's the panda bear? Huh? Where is it?I saw him! 哎他又回来了。来自追的。来个这是老熊吗？过来两只哎。那个不好下太多了。猪的是吧？他是因为下面有这个蓝蛋。哎呦。哎呦。是不是？两个。上面那个放了酒，这个里面。这边是去年前年出生的，一共是八只，九只，也是九只熊猫。对。其实早上的时候都在这儿吃竹子，但天气现在热了，它有一些放回去了，放进去了。它里边就是它的室内，相当于它的卧室。小静，那个圈舍里头，东西。圈舍啊，里边，这个要领导安排了才能进去，一般是我们都不能进去的。三期里头是不也有圈舍？是，主要是就是扩建的那些设施嘛。那个里边现在还没有动工，没有，没住，还没有完工。哎呀，一看你都开屏了。好，我。那汤都煮了，感觉。妹妹，谢谢你们呀、啊！哎，背货的不多。啊，对。不是背货，背炉啊，这个是。他这个接班穿得很。It's not good, that guy. 我知道，把它推上去就吃东西，快点！加油！翔它是孔雀，它是翔，大翔。哦，老婆儿去个地方，那个是鼻子吧，那是鼻子，翔子是翻翻。哦，
I can throw it my t-shirt and catch it. Like, hey, yes! This is so high. Hey, yes! I caught it.然后西安的全都是这种树枝，然后所以叫法国梧桐，实际上它是人家把它写的，是美国。